一個問題咧，就關於我哋自己有兩個律啦，即係呢個啊我哋嘅犯罪嘅律啦，同埋呢個神聖靈嘅律啦喺我哋裏面啦。咁一個咧就個聲音就係話唔好犯罪，行跟從神；一個咧就係我自己裏面就會想犯罪呢種嘅規律。即係呢個律咧，其實聖經有不同意思。一個律咧就係講到律法，但係佢呢個犯罪嘅律咧，即係呢個好似個規律啦，即係佢會就會有呢個犯罪嘅嗰樣嘢就會出現啦。好啦，咁樣點樣出現咧？即係個點樣處理咧？咁其實咧啊，我都係會用得勝五部曲嘅。咁得勝五部曲咧，其實就唔係我作嘅，係神作嘅。我只係咧就將得勝五部曲咧就。即係神用的方法寫出嚟，就要嚟應用。咁就係點樣咧？留意到第一，留意到，咦，我有犯罪嘅意念，想犯罪啦。跟住咧，我就深信係有破壞性，因為聖經話俾我哋聽，破壞我哋嘅生命啦，破壞同神嘅關係啦，破壞同人嘅關係，由聖經處理啦。聖經就講到用點樣用愛嚟到勝過呢一切，用啊聖潔嚟勝過，祈禱勝過。啊！人哋唔好係佢嘅問題，我點樣饒恕佢？咁又祈禱，又選擇。咁有個動力啊，即係一定有個動力。點解會有咁嘅動力去做咧？點解咁多人犯罪？因為覺得冇所謂啊，或者係勝過唔到。咁而我嘅動力係因為聖經話俾我哋聽，我哋生命好寶貴。咁尤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咧，即係成日都經歷到神啦，又為人祈禱，啲人就係大部分、絕大部分係即時經歷到聖靈。我睇到神個。俾我的能力，同埋俾每一個信嘅人嘅能力都係好大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即係我生命係好寶貴嘅。咁越係發揮咧，即係我而家都去好多國家去祝福人。咁其實就係將呢啲教導應用出嚟咗，教導人咗，就幫助好多人，佢哋都覺得好有幫助。咁我自己就覺得神可以俾我咁大嘅恩典，亦都俾你咁大嘅恩典。咁而難咗，點解會難咗我哋咧？就係當我哋犯罪。同埋我心裏面有呢個意念啊，就係當我有時內心裏面有一種好似覺得唔緊要啦，犯咗呢次罪唔緊要啦，啊或者啊即係輕視某啲嘅罪啦，咁我心裏面咧就會有呢個意念啊，就係話喺無論咩事上我藐視神、睇小神，冇睇中神嘅感覺，喺神眼中都係睇為一件大嘅事，即係就算一件好小嘅事，但我係輕。即係嗰陣時，可能係好多人嚟講係好輕量嘅，但係當我唔聽神嘅話嘅時候咧，我就係抗拒神啦。咁於是咧，我裡面咧就會話我唔想，即係其實主要動力係因為神嘅愛、神嘅計劃，我唔想破壞神嘅計劃。於是，我裡面就有一種強嘅動力啦。得勝五部曲只係一個方法，但係個動力咧就係由神嘅愛同埋神嘅計劃，同埋即係。我點樣可以更大嘅發揮我嘅生命？即係神既然俾我呢個恩典啊，我就好想發揮，同埋神點樣睇重我嘅生命，神點愛我，就推動我去發揮啦。而個方法咧就係話，當我一有罪嘅意念，我即刻就留意到，即刻我就深信佢嘅破壞性，幾小嘅罪都好。咁咧同埋聖經處理，跟住就祈禱，跟住我就選擇啦。明明想嬲一個人，我即刻話唔好嬲佢，因為嬲佢咧。只是傷害我自己，而是他的問題，我都要嬲他，點解我犯罪呢？啊，或者有時覺得自己咦做得幾好喎，有少少驕傲，咁啊咁多努力去幫一個人，跟住又驕傲，咁咪即係白做。即係你自己一路起，好似起間屋，起完咧你又拆翻佢，咁咪不如唔好起啦，係咪？咁咧，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就話，既然起，我就出於一個感謝嘅心啦。咁即係神，我有機會幫佢。是你的不是我的，即是神都给我一个心态，成日保持一个谦卑的状态，即是说成日都说其实是神的恩典，我成日都说不是我够好而神兴起我，是我软弱的时候神给我经历圣灵，其实我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很强的状态的，是神的恩典就即刻将我唤醒了，唤醒之后我就更加去处理生命了，更加 去得胜了，即係個動力啦，同埋個方法，我唔知道有冇答你，因為如果你講一啲具體嘅罪咧，我就可以答你一啲具體嘅處理方法。譬如話嬲人咁樣，咁嗰人做一啲錯事，或者佢傷害我，咁啊自己嘅反應就會想嬲佢啦，或者有反應啦，又唔開心啦，咁我留意到我有俾佢影響咯，跟住
我就深信有破壞性啦。同埋我又會用聖經嘅觀念處理，聖經觀念處理就係話：人能把我怎麼樣呢？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最惧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佢唔破壞到我嘅，而家佢都係犯罪，佢都係世人都犯了罪，我自己有罪，佢有罪，佢所做嘅嘢係唔好嘅。於是我就選擇唔俾佢影響啦。咁我祈禱神啊幫助我，我要德性有餘，以善勝惡，就一樣對佢笑容，一樣對佢祝福。啊，佢唔接受唔緊要。有時我對啲人好喎，佢會用一啲啊，有時甚至一啲藐視嘅態度喎。但我又覺得唔緊要，即係我都做咗我可以做嘅，咁我就繼續去幫佢。即係佢唔接受幫，咁我又由佢啦。即係話我已經做咗我可以做嘅，咁我就處理咗呢樣罪。你係咪諗到一啲具體嘅罪？平時嗰啲心思意念入邊有好多啲思想。你講一個例子俾我聽。比如我好想去諗，我好想去思想神個話語。但我當我 一想去聖經嗰啲話嘅時候，偏偏個心思意念咪想去嗰啲犯罪嗰啲嘢，啲唔應該去諗嗰啲嘢，啊好得人驚。OK， 好。嗱呢一個咧嘅情況咧就係、是、啊，即係啲某程度上一啲自己彈出嚟嘅意念啊，我哋時時都會有嘅。我甚至我可以告訴大家知，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情況，這種情況現在來說我已經很少很少。我明明在想讚美神，但會彈一句在質疑神的說話，會自己彈出來的，就是那之類的，就是自己不是自己去想的，但自己就會彈一樣的意念。但這個意念在我來說現在已經是沒有的，就是我已經 很久沒有這種意念出現。但是人為何會這樣呢？這個就是因為人的罪性，以及人是可以、啊、即是罪的意念有時就會這樣彈出來。第一件事我就會這樣說，彈出的意念不要看得，即是用它來控訴自己。我們要知罪，即是知罪求耶穌赦免就可以了。有很多人就說，哎呀，我又想起這些不好的事，哎呀真是壞了，又犯罪了，哎呀真的沒用了。 那你就控訴了，就不要控訴，就是說我有罪的意念有什麼出奇，個個都有的。這裡我們想一想，我們今天就是你，我不知道，就是說一個人一人會不會有時都會有一些負面的意念出現呢？一定有，因為一天整天都有，早到晚都全部都是正面的呢，人總會有些出現。個問題就是出現了就覺得很大件事，是的而且確大件事，在神眼中是罪來的。不過呢，當你一悔改就立刻赦免了。赦免，但是我很想擺脫，我不想要你。好了，但是你要擺脫呢，其實你這個掙扎，我可以告訴你，我都經歷過這個情況。我為什麼我會能夠說得出這些事呢？因為我經歷過，我就一直處理處理處理。而我發覺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不要讓自己繼續在內疚之中，釋放自己。耶穌赦免我的，求主赦免，即刻說我有罪的意念有什麼出奇呢？我都是一個罪人，不要覺得這麼大件事，還有不要覺得這麼不能饒恕。即是有時我們不能饒恕自己，因為覺得哇，我信了主這麼久，我又經歷神這麼多工作，我又這麼愛主，居然會想這樣的事，哇真是抵打抵打抵打，真是醜死怪了。這個是美國人用的，這個就是 shame on you， 即是羞恥的這樣的意思。但這個就是魔鬼，魔鬼很喜歡說醜怪 shame on you， 但是我們不用這樣說。神就說我們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一定赦免我們的罪。好了，這個第一步赦免了，跟住我哋即刻取代咯，即刻咧就用正面嘅意念啦。神系爱我嘅，神系祝福我嘅。咁所以我哋由早到晚，尽量谂多啲神嘅恩典。越谂得多咧，越喺里面越装得多咧，我哋就会成日一谂到神咧，就会中意佢啦。咁我系谂好多，我得闲就谂噶啦。譬如我见到你哋嘅改变，你个个咁用心去听，咁我觉得系恩典嚟嘅。即是神在你個人心中做工，所以你會這麼有耐性，這麼早回來。我們的聚會由五點，即是如果門徒回來五點至十點，即是五個鐘頭，有些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即是沒什麼可能的事。我們七點，通常是七點
到十點或者十點之前啦，咁啊，即係都有三個鐘頭。咁但係門徒訓練更加係長一啲嘅。咁但係你都會願意翻嚟，即係有呢個動力。咁呢個動力都係神俾喎。咁我又覺得好有恩典喎。即係乜嘢都睇到，唉，真係好啦。我見到咩嘢都係嘅，譬如好簡單見到衫，咁就係神，神會做棉花，就係、是、各類嘅花。咁啊，其中有啲係棉花，佢有啲。啲棉花喺度，咁嗰啲棉花種子又會飛，佢傳播種子第一，佢對於傳播種子好有效啦。第二咧，神係預咗人會用嚟整棉花噶啦。咁咧就即係呢啲材料都係神所創造，出於愛嚟創造嘅。咁我就成日諗到都係神真係好美善，神又做我哋嘅腦咧係有美善嘅意念㗎。雖然我哋有犯罪意念，呢個唔係神做，係人犯罪之後有嘅。我裡面有個意念，我會識得知過呢個人唔好。不過犯罪之後咧，我哋就會控訴自己啦。於是咧，我就唔會控訴，而我就取代嘅意念就係、是、我會咁樣同人講啊。喺世界上有冇一個人好似神咁對你咧？冇嘅，咁有耐性啦，我哋犯咁多罪，佢都咁對我哋咁好啦，咁有愛心啦，有奇妙計劃啦，總係俾我哋好嘢啦。嗱，英文有句 There is no free lunch， 即係話冇免費午餐嘅。呢句説話咧咩意思咧？即係譬如有時啲人請你去咩講座啊？請你吃嘢啊咁，唔係免費嘅。佢係想即係等你買嘢，買嘢賺嗰啲啊，超過嗰啲請食嘅嘢。即係呢個世界上係冇免費午餐呢樣嘢嘅，總係有付出嘅代價。但喺神嗰度咧，係的而且確係免費餐餐嘅。即係神當然你做工，但係你做工都冇會代表有太陽雨水，冇太陽雨水一樣做工冇果效噶嘛。但係神都俾。有太陽雨水有種子，所以人做工有果效。即係神係有耐心，有幫我哋嘅心，愛我哋嘅心，有奇妙嘅計劃，又俾我哋資源，俾我哋能力，俾我哋機會，發揮我哋生命，並且會賞賜喎。俾曬咁多嘢，我哋用嘅時候又賞賜喎。咁你話諗下，哇！真係好到不得了啦。所以我一諗到神咧，神啊，你真係好。我一祈禱，啊、神你真係我個心裏面湧出嚟嘅。當我咁樣嘅狀態咧，我就發覺我裡面嗰種對神嘅負面嘅意念咧，係越嚟越少嘅。即係我一諗到神，我已經好中意。我睇到聖經咧，好中意喎。即係我留意睇嗰句説話，我就好中意嘅。咁呢個就係我哋被神嘅話語吸引，就個意念咧裡面就改變啦。當啊，即係話呢啲咁嘅偶然出現嘅意念，我哋即刻處理，而用一啲正面嘅意念取代啦。神是很好的，神是幫我的，神提升我的，神祝福我的，成日都是這樣的意念，那你就會被這些意念所充滿。而一有犯罪意念就告訴自己，這些犯罪意念就是魔鬼用的方法，就是魔鬼的火箭，令到我犯罪，失去神的救恩，失去神的恩典。我做什麼要失去呢？神給我這麼多好東西，我是可以拿完的。即是其實簡單就是這樣，神將好多東西給你，但是魔鬼呢就拿支火箭過嚟咯。當你一以為魔鬼啲好嘢一燒就燒曬啦，點解我要收佢嘅嘢咧？我一啲都唔收，佢咧就係火把嚟嘅，將啲嘢全部咧毀壞嘅。咁你咁諗嘅神咪拒絕？但係當你一有犯罪，又唔好覺得咁大件事，即刻求主赦免。我覺得好大件事㗎，我要好長一段時間，我覺得裏邊係好多嗰啲思想意念啊，犯咗好多罪，哇死梗咯！我呢次點解我以前？唉，枉費一世基督徒啊！如果將來入唔到天堂 ，OK， 只要你處理咧，你就一定入到天堂嘅。個問題係你處唔處理嘅啫。我越嚟越處理，但我點解咁耐？我點解處理唔到？我覺得自己好失敗啊 ！OK， 嗱，你用我啱所講嘅方法，你就會處理到嘅。第一步，你其實唔好話，哎呀，我真係失敗咯，我真係冇用，又衰咗啦。呢啲咧。魔鬼第一步就是引誘，第二步就是控訴。你控訴咧，你就冇力噶啦，你就會覺得自己又衰咗啦，又冇用啦，又唔得啦。咁咧呢個咧就係魔鬼好開心你咁樣做。咁神就想我哋點咧？你一犯罪，你就即刻悔改，求主赦免。神就咁簡單，神嘅赦罪好似拍燈一拍，即刻赦免。接受一樣嘢，我哋仍舊會有罪嘅意念。其實我嚟講，我而家比較以前我係少咗好多，但我依然會話我一樣有罪嘅意念出現，但我又唔會話，哎呀，今日又有個罪嘅意念出嚟，哎呀，真係衰咯，哎呀，真係冇得救咯，真係咧，即係我唔會咁啊，我覺得
我就係接受我仍然係一個罪人，但係咧，我相信係會越嚟越少。但係我有出現嘅時候，我又唔會將佢看為一件好大件事，即刻咧求主赦免，即刻用正面取代，呢個就係最有效嘅方法。你越話自己衰咧，你就越留喺個罪裏面。即個罪咧，罪上加罪，嗰個罪係咩咧？控訴，罪上加罪，跟住放棄。啊！因為我曾經有個諗，哎呀，好想放棄。我話如果我咁樣做嘅基督徒做得咁失敗，我對唔住，真係對唔住嗰位咁愛我嘅神。哦，我第日點樣去見神？我跟住祈禱我都唔敢見啦。我上帝係無處不在。如果當我喺神面前祈禱，神都唔中意。啊！我甚至有時候，哎呀，我真係冬着頭。我神，我真係唔敢見你。嗱，其實咧，你有好嘅一面嘅，你好認真對付罪，呢個係好嘅一面。你的困難的點就是剛才所說的，就是你其實有一個完美主義，還有有一個呢，其實基本上是有一個，不要介意我說，是一種驕傲。我很想我是很完美，當我好我不完美，我就很難接受。你就是接受我就是不是那麼好的，我就是不是那麼好，我就是一個罪人。於是但是又相信神的赦罪，這兩樣我接受，我就是有軟弱，我是不完美的。我即刻，其實你這樣想，你一日之間可能想的這些負面的意念有多少個呢？其實本來可能，譬如當假設本來有30個這樣，但你30個再加上控訴呢，就雙倍的了，再繼續控訴呢，3倍、4倍、5倍了，即是你每一樣犯罪或者意念之後呢，跟著加上幾倍的控訴呢，就變咗你嗰啲負面意念就更多啦，即係神就想你嗰一陣接受，我就係一個罪人，我就係一個需要耶穌救我罪人，所以保羅話我是個罪魁咧。嗰句説話唔係過去式嘅喎，係現在式。我而家係一個罪魁，我仍然一個大罪人，即係我哋一樣有罪嘅性情。所以保羅都話行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嚟由不得我。佢一樣裡面有呢種嘅情況，但係當你一知覺，即刻求主赦免，然後即話我。靠耶穌處理，即是話你越容易得勝係咩咧？求耶穌赦免，即刻話好啦，我用正面嘅意念取代，呢個最快嘅方法。最慢嘅方法又衰咗啦，真冇用啦，就將嗰啲衰咗呢啲控訴咧就搭上面啦。越搭咧，哎呀，放棄啦，冇用啦，哎呀，真係枉費心機啦，啲人幫我都係多餘噶啦，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求主幫助我哋啦，就係唔好用控訴。一有咧，即係我都用過一個比喻啊，好似嗰啲遊戲咪遊戲有啲窿咧，有個動物頭走出嚟啦。咁你咧就玩個遊戲，一出嚟即刻block咗佢。你就唔係一出嚟嗰時掹佢出嚟，你咁衰，你衰得咁緊要，你咁多衰嘢，就係要block咗佢，唔要佢，即係嗰個罪意念放手。很多時候，當自己很慢慢去審查，當自己去審查自己的心的時候，罪已經犯了，我覺得是已經犯了。我就是接受我們都會犯了罪，一犯了，既然犯了，那個罪已經是事實，而且很多事是不是你控制的，這個都是罪，就是你不是特意要想的事都是罪。不過當你一處理了求主赦免，那你那件事就過去了，那你跟著就用正面的意念取代了，即是說你譬如話呢個人唔好，咁你繼續，哎呀，我真係衰啊！點解會咁樣咁唔好咧？我真係衰啦！哎呀，我又驕傲啦，又乜乜咁，你越整越多嘢。但係你即係話，我就係一個罪人，我會睇到人嘅時候，我會唔順眼。於是，我即刻求主赦免，求主赦免，我就祝福佢啦。嗱，用正面意念喎，佢係罪人，耶穌都咁祝福佢，咁有耐性，我都係咁祝福佢。我笑唔出，耶穌幫我笑出，耶穌幫助我，哈哈哈笑下，對佢笑下，或者起碼對佢態度好啲，即係用正，即係求主赦免之後，用正面嘅行動啊，以善勝惡嚟到取代，勝過猛咁去諗我真衰，我真衰係咪？我諗真衰有冇用咧？聖經有冇教你犯罪之後你就要覺得自己好衰咧？聖經有冇教你繼續去將嗰啲話你自己好衰好衰咧？聖經唔係想我哋咁。猶大就係咁啦，猶大就咁，所以佢就自殺。其實猶大係可以喺嗰陣時悔改，我唔知道嗰個會點樣啦，即係呢個我唔會講啦。但係咧，
總之佢當時嚟講，佢只係猛咁諗佢嘅罪嘅唔好，於是佢自殺。但係我哋其實當我一知我哋罪嘅時候，我哋就即刻悔改，呢個就係最好，亦都係聖經話咗嘅方法。喺約翰一書二章嗰度講乜嘢咧？佢話：小子們啊，我寫呢書信咧，叫你哋唔好犯罪。跟住佢下一句話：若有人犯罪，明明叫我哋唔好犯罪嘅喎。跟住若有人犯罪，在我哋人同埋神中間有一位中保就係啊，而且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作了挽回祭。嗱呢句説話好特別嘅，我寫俾你就係叫你唔好犯罪啊。不過如果你犯罪，即係話佢知道我哋係仍然會犯罪。我好驚我自己犯罪，得罪神好似，即係我好驚係犯咗嗰種嘅該死嘅罪。OK， 嗱我話俾你聽。當你依然會覺得知罪，你想耶穌救你，你就冇犯呢個罪。如果人咧係犯咗呢個罪咧，佢係唔想神嘅事，佢已經對神抗拒。嗱，我試過有啲人，我認識佢以前喺我哋嘅教會，喺我哋嘅團契，好熱心，好投入。後來離開神，咁我問佢：你而家唔翻教會有冇覺得唔舒服？佢話以前有，而家冇啦。咁啊危險啦，因為佢已經冇嗰種嘅感覺，即係佢已經遠離到一個程度咧。當然我是盡量挽回啦，但的而且我見翻有些人，他真的已經沒有興趣啊，嗰種先係最大危險，或者個抗拒啊，呢個就是犯了，即係我又不一定話他犯了個罪。總之咧，如果一個人犯了褻瀆聖靈的罪，不得赦免嘅咧，佢係個心已經係剛硬了嘅，即係唔係話好似你咁樣咁知罪嘅。我都驚我自己係咪是否已經係剛硬咗啊？我都驚。你而家咁知罪，你而家咁知罪，不斷話自話，你不斷係知罪。不過你知罪，你千祈一人咧總中意做佛教徒，佛教徒就咁犯罪打坐先，打到覺得夠好啦，我先去求主赦免。但係咧，我哋就唔係嘅。基督徒都好中意咁樣，我話犯咗罪咧，跪翻夠幾個鐘頭先，咁咧就個膝頭痛啦，咁我就夠資格揾耶穌赦免。其實我哋即刻求主赦免，耶穌就好樂意赦免。呢個就係聖經嘅好特別嘅地方。馬丁路德有講呢樣嘢。佢話：我哋好難相信我哋大罪人，直到我哋犯咗大罪嘅咁嘅意思啦。即係你通常嚟講覺得自己都幾好啦，唔咁衰啦。但係到有嘅時候咧，可能你就發現哇，真係同大罪人咁啊，就好難接受。不過佢話咧，耶穌係個大救主，就係俾大罪人嘅大救主。即係我哋要相信，我哋真係大罪人嚟㗎，個個都好容易犯罪。但係耶穌就係一個大救主，即係咁樣咧，你嘅心捉實多啲係神就赦免。神赦免就想你改，神就嚟救罪人，個個都係一樣。我好想改啊！我好想改咗好耐。嗱，你聽我講個德勝無過記唔記得啊？翻去試下，一有出現，第一係咩啊？留意，你要寫低喎，記唔記得啊？睇先。德勝無過試下用起上嚟咧，你就會記得。喺呢度寫低，要寫低。你不用寫曬，寫個重點字得噶啦。留意，跟住咧就破壞性。第三，聖經主理。第四，親近神。第五咧就係選擇信服。神最重要想我哋就係悔改，唔好繼續指控。嗱，其實好似你嘅情況咧，就係一個其實好似你咁知罪咧係好嘅，係好嘅。不過你就唔好停留喺嗰個狀態，即係其實有好多基督徒未必好似你咁知罪。咁你知罪咧係好嘅，知罪之後就繼續向前。知罪問題擺脱到，擺脱到嘅嗱，你就係佢罪一出現咧，我唔知道你嘅最難處理嘅罪乜嘢啦。我就係呢種罪，我其他咩就係我啱啱同你講，我就罪嘅意念出現係咪？係啊，人哋點樣鬧我，我哈利路亞咁樣。O K， 咁就得啦。即係總之你自己會諗埋啲唔知反叛性啊。污穢啊，或者一啲抗拒神嘅嘢，係咪？係啊，係啊。OK， 得。好啦，當佢出現，嗱，我都有嘅，有時會彈一句：點解神俾呢樣嘢我咧？點解神咁樣樣咧？即係呢個 why， 好多時人都會問點解。當我一有問呢個時候，我知道呢個係罪啦，留意到咯。我深信呢個破壞性，因為我質疑神。其中一個原因令到我唔想犯罪得罪神就係呢個最能夠祝福我嘅神，點解我要質疑佢咧？最能夠祝福我的神，我應該感謝佢、愛佢噶嘛。咁於是咧，
即係我唔要質疑呢個最對我最好嘅神，我係要對佢最好最好嘅。正如我太太係好好嘅，我對佢係最好，我唔會想講任何一句説話，做任何一動作對佢令佢唔舒服嘅，因為我覺得珍惜同佢關係。而我珍惜同神關係，比我珍惜我太太關係更加強好多好多倍。於是咧，我就會好珍惜，咁我就處理啦。嗱，即刻有呢個意念出現咯喎。即係其實就唔好覺得意念出現，就代表呢個就係長久嘅我。呢樣嘢好重要。一個意念唔代表長久嘅我。你一齊跟我講一次。一個意念唔代表長久嘅我。嗱，咩意思咧？你一下子話 why， 唔代表你成日同神講 why。你係一下意念啫，呢一下意念你咪即刻求咗赦免咯。咁又開始點樣去啊？知道破壞性啦，點樣處理咧？即刻話俾自己聽，神做咗好多好嘢喎，神成日祝福我喎，所以我唔需要質疑神喎。其實神俾我個好嘢咁多，我做乜要質疑嗰個最我最好嘅神咧？咁於是咧，祈禱，跟住我選擇數算神嘅恩典，而唔係質疑神啦。即刻，總之用神的觀念，正面的觀念來取代，取代你就可以了。你試下當下一次出現的時候，如果你未處理到，你再問我，即是你處理到哪，即譬如哪一個意念你處理不到的，你呢就問我，然後我就告訴你怎樣處理。因為發覺有時候呢，心裡面很想選擇信服，但偏偏應該叛逆的。哎呀，你講一個例子，怎樣選擇信服，跟住信哪一樣嘢信服不到？即係神係好中意我哋去敬拜讚美先，但好多時候點解會做咗啲神唔中意嘅嗰啲説話？我係去讚美神，點解好多時候會甚至會鬧鬧神？ Okay， 好，我好得人驚。好啦，嗱，當你一想鬧神，你想鬧嗰陣時啦，你有想噶嘛，係咪？即係個意念出現啊嘛，即係你未開口啊嘛。當你想嗰時，即刻留意到啦，知道佢破壞性啦。咁咧就即刻你聖經觀念取代咯，就神俾我咁多好嘢，我係應當感謝佢嘅。即係我哋要點樣咧？有聽過一個名詞咧，就係愛情銀行啦。愛情銀行就咩咧？兩夫妻成日講正面話，成日欣賞，成日諗對方好嘅，就擺好多好嘢入去。嗰啲銀行越儲咗多，嗰關係咪越好啦？我哋同神一樣。我哋同神有一個相愛嘅銀行，呢個銀行咩啊？成日都去諗神嘅好嘢，裝到滿曬。所以喺我裏面咧，我任何一樣我都覺得好噶啦。好簡單，就算眼睛啊，我見到你眼睛望住我，我覺得好靚喎，好靚。即係個靚嘅意思係咩咧？你好有嗰種心去學習，同埋咧人嘅眼睛唔單止係睇嘢喎，人嘅眼睛係全神嘅，係好好嘅，即係好感謝神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有啲動物嗰啲眼咧，啲鯊魚眼咧望落冇乜眼，冇乜表情嘅，即係鯊魚唔講表情嘅。即係話個眼，神造眼能夠睇嘢啦，神造眼能夠享受嘢啦，神造眼可以傳神啦。因為鯊魚唔需要傳神嘅，所以鯊魚眼咧你睇落冇乜表情嘅，但係人眼係好有表情。咁我都感謝神嘅，就係神造人。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個個眼好似鯊魚眼咁樣嘅，你望埋你邊個人嘅眼咧，都係好似勁咯，係勁咗好勁。咁嘅時候咧，你係即係個人生樂趣係少咗好多嘅，又會笑。有嘅神或者動物冇笑嘅，即係人有笑嘅啫。因為人即係佢感情嘅表達咧，神俾我哋好豐富啊。咁啊，動物嗰啲佢用身體語言啊，啲身體接觸啦，咁我見到人嘅笑咧，我就覺得神愛嘅咯喎。總之我呢個愛情銀行同神愛情銀行，我儲咗好多嘢，我乜嘢都諗到神嘅恩典嘅，咁裝曬好多神恩典。所以當我一有唔好嘅嘢，我話神俾我咁多好嘅嘢，我就即刻感謝神，用感謝嚟到取代啦。即刻就叫自己，即係刻意叫自己用呢啲正面嘅感恩嘅説話取代，代替咗呢個負面。你落講多意思啊？即係有出現即刻取代。總之嗰個意念一出現，你就唔好變為另一個。哎呀，我真衰啦！哎呀，我真冇用啦！咁你就將嗰樣嘢加增幾倍。即係你唔好將佢發大啊！佢一粒仔，你咪即刻將佢即刻推咗佢走。奉耶穌名赦免，即刻放低，即刻咧用神嘅意念取代。落多意思啊？係啦，我明白。但係我已經犯咗好多唔緊要，犯咗。
已成過去，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呢個就係基督徒就要學呢個謙卑。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呢度邊個唔係罪人嘅？請舉手。呢個唔係罪人，請舉手。轉一頭經文俾你啊，知道。誰能控訴神所揀選嘅人？有誰稱佢為義？羅馬書第八章啊。應用咧要應用咧。勁啊！我有時候我即以前咧係仲加勁嘅，好好熱都犯罪。我就奉耶穌名控告個靈離開。我誰能控告神所揀選嘅人咧？有時候咧耶和華神稱我為義啦。我誰能定我個罪咧？有主耶穌基督已經為我死啦，而且已經復活喺上帝嘅右邊為我代禱代求。我撒眼嘅退我後邊去。咁跟住咧。就係一段時間係平靜好多嘅，但好多時候慢慢，哎呀，自己軟弱嘅時候乜都唔記啦，有啲問題又出現過，係咪？係啊。嗱，總之咧，佢出現咧就係好似個窿嗰個動物頭出，咕就擴到，直接又冇俾佢擴大，冇掹佢出嚟，即刻求主赦免，即刻處理，就係佢，即係唔好話，唔好期望自己。完全冇曬罪嘅意念，如果有最好啦。你越讚美神，由早到晚咧，讚美神你就越嚟越少噶啦。係真係越嚟越少噶啦。你成日咁嘅神咧，你就越嚟越少噶啦。咁呢個就得勝嘅最好嘅方法。就以往嘅就唔好再諗翻，諗翻咧就係魔鬼最開心嘅時候。係啊，仲有啊，我有時候咧，我就話啊，你今日過咗去，咁第二朝一瞓醒覺，講垃圾，我即刻會啊，新嘅天。上帝的恩典慈愛每日都是新的，那就好了。我一想的時候，我想起我說我看今天會不會犯罪，哎呀，都沒有想到，你不想的，經常想的，我一想的時候，你就立刻出來，我不想的，轉在神的恩典，你看吧，你轉在神那裡，神愛我，你今天想想，今天會不會犯罪，感謝主，不好的。多些想神的恩典，他們聽慣了，神愛我，神又愛我，神好定意愛我，神定意祝福我，神錫到我不得了，日日都咁講啊，真係。我睇佢哋，我諗我嗰啲罪就驚到頭髮。邊個唔罪啊？嗱，其實咧，嗱，我話俾你聽啦，我見到你嘅情況，我一方面覺得你係好可愛嘅，即係因為你知罪嘅心係好強烈，非常好，呢樣嘢我係好欣賞、好中意嘅。乜太多啦？只係咧，你變咗將佢變咗擴大咗，變咗。係啊，放大咗啊！總之你一犯罪啦。其中少少你接受我講，你覺得我想做到好完美，在神眼中真的咩都冇曬完美，咁呢個就係其實人嘅驕傲，覺得我哋去得到，其實我哋去唔到呢個位置。我哋總係有軟弱，求主赦免。但係你一求主赦免，咪繼續努力，呢個先係緊要嘅。即係我哋責任一有罪，即刻就處理，即刻悔改，即刻離開罪，憎恨嗰個罪，即刻用正面取代，呢個就係神想嘅。就不想你停留在那個罪，就不要說我今天要零犯罪，即是你這樣想你就會很大壓力，還有一犯罪的時候你就自控了。當然我們希望零犯罪，不斷讚美神，希望，但有時他就會總是會突個頭出來。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有個潛意識，我們的潛意識是會有負面的想法自己走出來，因為我們自己以往被人罵得多，又衰咯，又冇用。呢個其實已經係罪咯喎。咁呢個潛意識咧，即係人，因為人有罪性，總會呢啲潛意識又會出現。咁你又即刻處理。即係其實我會話，如果一個人完全冇罪嘅意念咧，係即係我覺得喺今世係唔會發生嘅。但係咧，你可以少少到好少好少。咁你就唔好俾自己多啲壓力。基神就唔能夠控訴，包括你自己做，就係你自己。即其他不要控訴，你就自己控訴緊。所以控訴緊嗰個咧，係你先個魔鬼。聽你所講嘅情況咧，你以往可能嗰、那個，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律法主義嘅一種模式。律法主義模式就係好似一有罪即刻好強烈嘅指控，就會即係亦都有時有啲人咧係會有一種佢嘅説話好容易話你又犯咗罪，你又犯咗罪呢種嘅口吻咧，都係一種律法主義嘅。就會令到人咧好容易喺個啊，即係個罪嘅指控裏面嘅。咁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更多恩典嘅，神愛緊我，神祝福緊我，神同我一齊，神陪住我，神好樂意赦免我嘅，神加我力量嘅。這個咧係叫我哋得力嘅最好方法，就唔係話我今日千祈唔好衰啊咁。即係呢個咧嗱，當然我哋都可以咁諗，但係咧唔好成日去計住，哎呀今日衰咗啦咁樣。咁樣呢個咧就係律法嗰個。
恩典的角度就會好的，但我們又要遵從律法，但是用恩典的來推動我們自己。